12點嘅反彈招。佢指出黨要以更寬廣嘅視野、更長遠嘅眼光思考同把握國家未來發展面臨嘅重大戰略問題。習近平又提到全面重建治港依然任重道遠。中國同俄羅斯完成為期四日嘅海上聯合軍演，演習喺波羅的海舉行。艦艇偵測到可疑船隻之後，海軍陸戰隊員隨即登上船隻進行檢查。兩國艦艇亦都進行搜救、航行補給等等多項演習。今次係中國海軍首次喺太平洋以外海域進行軍事演習。中國派出052D型、導彈驅逐艦和肥艦等等多艘新型艦艇同直升機參與。演習結束之後，兩國艦艇進行分行儀式。中國艦艇編隊將會駛往俄羅斯聖彼得堡。俄羅斯總統普京話：今次軍演係維護國際。